娘娘，你今天请我来，恐怕不是为了商讨名册之事，只是为了这金丹吧？不错，请娘娘恕罪，小仙实在不能奉告，告辞。你走不了了。是娘娘，我是魁罡法祖的弟子乌鸦大王。今天你到了西海瑶池，说也得说，不说也得说，否则我叫你来得去不得。这是我得到以后听到的最狂妄的话，就是天宫的玉帝也不能跟我这样说话。玉帝，他早就成了魁罡法祖的阶下囚了。处理竟敢逆天，怎么样，魁罡法祖的百转丹味道不错吧？现在怎么办？你将这次带到天庭，请魁罡法祖炮制他，不罚他不说。大护法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恐途中不便，等明日天光才行吧。也好，明日清晨出发。
告诉他，这是怎么了？找了他们的道了。我也险些找道，原来我带的灵兵全是假的，幸亏被我识破。镇元子呢？那不是。赶快回天庭。天路是走不了了，不如走海路吧。只有如此了。我被烈火逼住了气，施不出法来，只能靠你了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我这里正有一只渡海仙舟，就在岛后停着。我们赶到那，只要上了仙舟，便可保无忧。好，走。追来吧，进了大海可就是进了他们的地盘了。大护法请放心，一切交给我了。怎么，我们是在海底？大护法，我们现在是贴海底的地面行走，谁也发现不了。亏你想的周全。大护法，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。你说。我们丢了西海瑶池，回去如何向奎刚法祖交代？以你之见呢？以小人之见，我们将镇元子弄醒，逼问他金丹的下落，将金丹找到带回天庭，那样功可抵过。非但抵过，我们还有功呢。奈何这厮就是不说。我倒有一计，不知可不可行。哎，你说。还记得在瑶池时，这厮说金丹的下落只能说与石敢当知道。那又怎么样，我们总不能把石敢当找来吧。虽然我们不能找到石敢当，可是我们可以变成石敢当。好，此计甚妙。如此，就请大护法先进内躲躲，我变成石敢当的模样套问于他。好。你被奎刚手下妖魔所擒，我率领海龙兵攻陷瑶池，将你救出来。师上，天界真的发生大事了吗？不是天界，而是三界。三界间接被奎刚占领。太上老君曾将七颗金丹所藏之地亲口告诉小仙，他对我说，如果三界发生大事，就将这金丹所藏之地转告给你，让你找到金丹，扶正归元。我也正要问你此事。这七颗金丹乃是天地至宝，合到一处威力无穷。本来六颗金丹是放在一处的，放在太上老君丹房的檀木匣中。
但自从奎刚出事以后，太上老君便将这六颗金丹分而藏之。不是共有七颗金丹吗？中间一颗叫五谷金丹，这颗金丹要到用时方能显现。那这六颗金丹都藏在何处？一颗在双塔寺中的双塔之内，一颗在云雾山中的龙光观中，一颗是太上老君自己幻化的金丹。除这三颗之外，一颗在天界的斗牛宫中，一颗在我的武装观里，一颗在蒙界的万佛塔中。这就是六颗金丹的下落？正是。你再看看我是谁。高，都说黑鸦大王有勇无谋，看来是低估了老弟。你是深藏不露，大智若愚。承蒙大护法夸奖，望能在奎刚法祖面前美言几句。好说好说，现在这个镇元子没用了，杀了他吧。等等，那五谷金丹呢？那依你之见呢？先带着他马上到天界去取那斗牛宫中的一颗，否则一旦被别人发现，我等岂不是徒劳无功？嗯，有道理。大护法，免了吧。天庭在大兴土木，法祖抓到了玉帝的转世法，现正关押在凌霄宝殿。法祖派巨蟹在周围建造六个小宫，由巨蟹武灵将把守，以防石敢当前来闹事。大护法，免了。是连斗之中。你怎么知道？斗牛宫中能藏法物的只有连斗一处。走。站住！啊！尔等是哪里的领兵？如此不懂规矩。我们是跟随黑袍大人来的。啊，对对。你们且在门外等候，大护法正在内中公干。知道啊，那厮颇为溜撒，稍不注意便把咱俩甩下自己跑了。哎呀，你也太小心了吧。稍等一下。好。找到了吧？找到了。走。这么长时间不出来，定是拿了金丹跑掉了，将你我二人剩在这里顶缸。别胡说八道！哎呀，你看看我们，哎，我来了，嗯，啊，走吧，是，走走。怎么到斗帅宫来？镇元大仙说有一颗金丹藏在蒙界之中。蒙界乃是虚幻之界，当从冥界进入才是。大护法。穿越冥界太费时间，要过丰都、望死城、穿奈何桥、过黑水、经轮回隧道，再穿过十八层地狱，才能来到蒙界的大门。正是。那现在来到斗帅宫是何道理？只要大护法能进斗帅宫中，我们片刻之间就能达到蒙界。怎么到达？请大护法先告诉我能不能进入斗帅宫中。哎，我看。还是不要给大护法添麻烦了。哎，这有何麻烦？你们随我下去。大护法
何来？奉奎刚法祖旨意，到洞中找到乾坤地理图一用。大护法，你是知道的，从来开启都帅宫都要奎刚法祖的亲口旨意。这个我还不知道吧？只是今天此行之事与以往不同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大护法请进，立刻关闭都帅宫内的机关，放大护法进去。是，好了。乾坤地理图，想不到你对天地间的掌故倒是所知不少啊。大护法莫忘了，我是黑鸦大王，到处打探是我的专长。赶快行事。只有魂，而魂白天是不能出来的，因此这里非常安静。这么多塔，金丹却在哪一座中？我想应该是在中间那座最大的万宗塔中吧。他们不能见容于三界，因此玉帝慈悲开辟了盟界，以容纳这些冤魂野鬼。你的手上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，到了盟界你就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异样吗？黑鸦大王，你今日说话为何如此怪异？你马上就会明白我说话的意思。只是个圈套，不是吗？没有你，我们不会那么轻易地从斗牛宫中取得金丹；没有你，我们更不可能进入都帅宫中。现在，你的使命完成了，我把你交给这些冤魂。不好，这土药和尚啊，要是和尚呢他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哎呀，这怎么
办啊？万金在此守候，让我进去看看。好。小狼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在这儿啊？乾坤地里头已经开始和气，我特来寻你。好，快走。摔了个筋斗，主办筋啊！哎呦，不好，露馅儿了！旋风甚是厉害，被二风带动，顿时挫骨扬灰。是啊，冥界之门已经封闭，我们只有从这里才能进入地府，此乃极端危险之事，你们可要考虑清楚。我们从出口进入轮回隧道后，就会有正反旋风从两个方向刮来，隧道里没有路，只要被正反旋风碰到，立刻挫骨扬灰。师父，那我们怎么进去呢？正反旋风当中有一条缝隙，只有半寸宽窄，我们将身体压缩后就在缝隙中行走，记住绝不能行差踏错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大家手拉手，千万不要让旋风碰到。好，好，拉着来。3年之界只有6天时间，也就是说第6天的子时玉帝就要回来了。举器，六宫建好了吗？已于昨日完工，镇宫的武灵将和麾下怪兽已经进驻。只要他们在第6天子时之前无法将金丹的神光注入到玉帝的法身体内，那么玉帝就不能回来。我们还可以有33年的时间，
所以举荐你的职责重大，弟子不敢辱命。这是下下策，那上策是夺回金丹，断杀法身，让玉帝永远不能回来。请法祖示下，尔等就在大殿上等候，我要到盟界去一趟。是。住手！啊！
先生，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。是啊，积压在冥界的众天神众圣已基本被解救出来，我手下的将军郭深执剑正率草头神追捕逃窜的灵兵，终于苦尽甘来，等到了出头的一日啊。诸位先不要太高兴，我们虽然占了地府，周围皆被云海中的弱水包围，出去的路已经断了。这那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们是从轮回隧道之中进到地府的，隧道中的正反旋风煞是厉害，众位元神未复，恐怕是无法通过呀。若能将弱水排出人间，就可以从原路返回人间了。只要能够返回人间，我们的法力就能恢复到八成左右，在江西两日便可恢复。只是弱水剧毒无比，就是神仙也是沾身利弊，怎能将它排出呢？这二郎爷，二郎爷，封国中的所有灵兵都已被擒。我们在搜查宋帝王和武官王大殿时，发现很多巨大的青石管子。管子？正是，每一根都有十丈长，竟有六尺宽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您是不是去看看？众位，大家一同去看看吧。好。这管子是做什么用的呢？这也许不一定有什么用处，是本来就堆在这儿。以我之见，此管定是奎刚运来的，而且一定与排除弱水有关。哦，何以见得？如果能把这些管子接起来，找个低洼之处，也许能将弱水排出。这是地府，怎么会有低洼之处？而且这一海之水要是排了出来，也就将丰都给淹了。哦，莲花说的不错，这些管子必定是奎刚将弱水引进冥界时所用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既然他们能够将弱水引进来，就一定能够排得出去。对，郭神，弱水离轮回隧道有多远？很近，大概只有五里左右。这便好了，莲花说的极是，这管子正好可以将弱水清除出去。郭神，你马上带人将管子运到弱水岸边，将管子一节一节接好，直通到轮回隧道。是。为何要将管子通到轮回隧道？隧道中的正旋风是送鬼魂投胎之物，吸力之大无与伦比。我们将管子从弱水河边接到隧道的正旋风处，用正旋风的吸力将弱水抽到人间，我们就可以从原路返回人间了。对，是师父。此事只有一样不妥。哦，你说。轮回隧道的出口处是人间的村庄，若水排出，村民岂不尽皆死去？你提醒得太对了，这一节是我没有考虑周全。师父，此事就交给莲花吧。交给你？我从轮回隧道回到人间，将村民牵走。这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去。师父，相信我吧，这里缺不了你，就让我去吧。莲花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如果在出口不能脱离隧道，你就要转世脱生了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好。村民牵完后，我会将一块石头扔进反旋风，只要看到了石头就可以排水。这柄如意曾随我进出轮回隧道，希望它能给你带来好运气。
碧游，灵儿，你好吗？碧游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化作火流飘进来的。碧游，我好想你。灵儿，我也惦念你，你没受苦吧？我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是玉帝的下界法身。你早就知道是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我怕过早的告诉你，你会害怕。好了，莲儿，你是谁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爱你。